baby bus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今天我是一个魔术师。你们看，这都是我的道具。修车场有个魔术师，他帮消防车变身。红色消防车装上大轮胎，立刻变身了，变成怪兽卡车。哦。修车场有个魔术师，他帮大卡车变身。蓝色大卡车装上大轮胎，立刻变身了，变成怪兽卡车。修车场有个魔术师，他帮救护车变身。白色救护车装上大轮胎，立刻变身了，变成怪兽卡车。哦。修车场有个魔术师，他帮计程车变身。黄色计程车装上大轮胎。修车场有个魔术师，他帮小汽车变身。绿色小汽车装上大轮胎，立刻变身了，变成怪兽卡车。怪兽卡车们在哪里？大家快来比赛！大大的轮胎，快快转一转，加油往前跑，看看谁最快。小汽车第一名，救护车第二名，消防车第三名，恭喜小汽车获得怪兽卡车比赛第一名。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？哇，好多彩蛋呢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共有六个彩蛋。琪琪，你知道这些彩蛋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哎。你们怎么了？
这堆糖是我们一起发现的，要分多少分不清楚。我依照多少量来帮你们分一分吧。宝宝巴士奇妙国际来啦，跟我一起大声说多，跟我一起大声说少，多的要分给蚂蚁，少的要分给蜜蜂。哇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好大的房子呀，可是没有门，我要怎么进去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国际来啦，跟我一起大声说进，把门装到墙上，是短的桥，我们快放上去吧，还需要一座长长的桥，跟我一起大声说长，把长长的桥放上去吧。
用拖把把地面擦干吧。地面擦干了，走路就不会摔倒了。布太干了，擦不干净，要怎么弄湿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湿，用水把布弄湿吧。布变湿了，这样就可以擦干净。沉不下去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要怎么让蛇颈龙沉下去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沉，把石头喂给蛇颈龙吃吧。哦，快看，蛇颈龙沉下去了。
桌子太高了，你能帮我把桌子变矮吗？我们一起帮小兔子把桌子变矮吧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矮，用锯子把桌角锯短一些，桌子变矮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钥匙挂得太高了，我拿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高。长颈鹿比我高，它可以帮我拿到。谢谢你。这棵树苗没有种好，我来帮帮它吧。这个坑太浅了，树苗种不进去，要挖深一点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深。用铲子把坑挖深一些吧。已经够深了，种好了，真棒。一棵树苗，不过这个坑太深了，怎么办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浅。把土放到坑里面，就能把坑填浅喽。已经够浅了，太好了，小树苗都种好了。水满上来呢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满。把石头拖进去，让水满上来吧。太好了，小鸟喝到水了，谢谢你。可是杯子里装满了糖果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空。把糖果都装到盒子里吧。杯子空了，可以倒水喝喽。这水真甜，真好喝。我想从蘑菇上面走过去，可是要怎么上去呢？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上。帮藤蔓浇水，等它长大了，我就可以上去了。我下来了。
琪琪吃。先用一个大盒子把大蛋糕装起来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大！把蛋糕装进盒子里吧。我还需要一个小盒子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小。把蛋糕装进盒子里吧。都装好了。小兔子，快停下来！你的书包没有关上。书包拉链坏了，我关不上。我们一起帮小兔子吧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关！拉链修好了，帮忙把拉链拉上吧。书包关上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盒子里是什么呢？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宝宝巴士奇妙博士来帮忙，跟我一起大声说：开！拖动剪刀，把箱子剪开吧。好漂亮的花呀！小女巫娜娜来到了魔法学校。我是你的魔法老师。阿布克德布拉，阿布克德布拉。我们现在来学习如何使用地、火、水、风四个元素魔法。地魔法可以变出石头。火魔法可以烧掉障碍，水魔法可以让植物长大，风魔法可以让船前进。你都学会了吗？琪琪和妙妙被大魔王关起来了，快去把他们救出来吧。
关起来了，你可以去救他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救出来的。Thank you.
吧。Thank you.
星星。火车。